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class on New Concept English 2. I'm Shadow here with you. 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概念二次的课堂。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第35课。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单词的部分。首先，大家看第一个单词 while 可以作为名词表示一段时间。如果表示一小段时间以前，可以说 a short while ago。A short while ago. 如果想说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 for a while. For 加上时间表示持续 ，for a while. While 除了作为名词使用之外呢，它还可以作为连词使用，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这个用法也比较常用。而且请大家注意，既然 while 表示连词，所以说它后面通常加上一个句子，当什么什么时候。这种用法我们之前在第七课当中就见过了。第七课讲，侦探等在机场，小偷要去偷这个钻石的包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Some of the detectives were waiting inside the main building, while others were waiting on the airfield。在这里 ，while others were waiting on the airfield， 当其他人正顶在停机坪上，在这里 while 就加上了一个句子。作为连词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同时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while 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含义的时候，有一个要点需要大家记住，它后面的句子当中只能使用延续性的动词。 while 后面的句子当中只能使用延续性的动词，而且为了表示这个动作是持续进行的，所以通常会把这个延续性的动词变成进行时的形式，因为进行时就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件事持续进行。好了，但是请大家注意 ，while 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前提，这个时候它后面才需要加上延续性的动词，而且必须要加延续性的动词。但是呢，同时请大家注意，这个延续性动词通常用的是进行时态，但是并不是说必须要使用进行时。稍后我们大家在61课就会见到 while 后面只要加延续性的动词就可以了，不用进行时也没关系，但是通常还是以进行时的形式出现，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来各位同学，我们说回来 while 这个词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可以作为名词表示一段时间，第二个可以作为连词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然后请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它后面只能接什么样的动词，而且通常使用什么样的时态。好，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个动词 regret。 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变化形式，它变成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的时候需要双写 t 再加 ed。 follow me 跟我读一下 regret regretted regretted。 如果想说因为某事感到后悔，后悔了某一件事，可以用 regret somethingregret something。 然后请大家一个箭头引到41课92课，我们稍后在41课当中还会给大家讲到 regret 不光可以接 something， 它还可以接 doing， 还可以接 to do， 我们稍后到41课再给大家进行讲解。好了，所以请大家注意 regret 需要双写 t 再加 ed， regret something。 同时请大家注意一下读音，很多同学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没有注意看重音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容易把音来读错。这个单词不要读成 regret 就错了，它的重音并不在第一个音节，而在后一个音节，所以我们通常读成 regret regret。 好，接着看下一个单词 far 表示非常，大家标注一下，它通常用来修饰比较级表示非常，我们稍后在课文当中讲解。 rush 表示冲， act 表示行动，大家可以写一个词组，行动迅速，动作非常的快，叫做 act quickly， act quickly， quickly， act quickly， 行动迅速。下一个单词 straight， straight 作为副词表示径直的，笔直的。由于它是一个副词，我们讲过副词可以直接用来修饰动作，因此想说开车笔直的开过去了，可以用 drive straight at， at 表示朝着某一个点， drive straight at。
如果想说笔直的跑过去了，我可以用 run straight at。Run straight at， 44课当中大家会见到。其实 straight 除了作为副词使用之外，它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直的。比如说女生直的头发 ，straight hair， straight hair， 直线 ，straight line， straight line。看下一个单词 fright， 请大家注意 ，fright 的意思表示害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名词，所以请大家注意。害怕虽然可以作为动作来使用，但是它的词性是名词，所以不能直接表示动作。那如果想表示动作害怕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个动词一块来使用，就变成了 get a fright。 get a fright 直译过来就是得到一个害怕，得到一个害怕不就是动作害怕了吗？ get a fright， 害怕了。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对应的动词 frighten， frighten作为动词表示惊吓、害怕、吓到了 ，frighten。下一个单词 battered，battered 作为形容词表示撞坏的，它来自于动词的变化 ，batter，batter 作为动词表示撞击、撞坏。再看最后两个单词 ，shortly 表示很快、不久 ，afterwards 表示以后，所以这两个单词合在一块儿可以凑成一个词组，表示不久以后，就变成了 shortly afterwards。Shortly afterwards。 好，以上就是35课的单词部分。